经济奖的得主是谁？保罗·克鲁曼，认得吗？认得。好，那边有位同学他认得，你举手是不是？你认得吗？我刚才只想说克鲁曼。克鲁曼就想克鲁曼，克鲁曼你认得他吗？对呀、啊，你说认得，因为我晓得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下一个荣景》，英文的名字就是他最后一章的名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或者每一个礼拜《中国时报》有一篇他写的专栏啊。那么今天他是讲。最近的这个金融风暴啊，英国的首相布朗啊，他的这个处理的相当的好啊，如果我们去看一下介绍他的得奖，是说他得奖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一本2007年的新著。而是几乎他30年前的文章，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克鲁曼他不是一个完全相信市场的，不是一个完全放任自由的，他是主张政府要有一定程度干预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一个华尔街海啸跟政府没有适度的干预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呢也有人觉得哎呀，这一次他被选为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啊，可能跟这个大的气氛有关系。前几天看电视陈文茜的节目，陈文茜讲到他访问王文华，知道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啊？写什么蛋白质女孩，对不对啊？王文华为什么要访问王文华？因为王文华拿了 MBA 之后就到华尔街工作3年啊。收音机里面的访问我没有听，我只听电视里面的转述。这句话我的大概的印象是这样，可能不是十分的精确啊。王文华说他到华尔街去开始要上班之前训练，就告诉他一件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一个人当他要成为禽兽那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不再有做人的痛苦，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啊？如果像禽兽一样的话，他就不再有做人的痛苦。所以你有个选择，做人就要痛苦，不然你就做禽兽。禽兽的特点就是吃人，对不对啊？你看那些华尔街的那些人啊，他就在吃人嘛，是不是？你看他把很多人吃得很惨很惨很惨呐、啊，这些人都是最聪明的，啊，财务金融系对不对？啊，都是应用数学系，啊，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一再讲，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不是过去的事情啊，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哎呀，知识上面的增加，能力上面的培养，那个当然也有。啊，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读了过去的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更清楚的能够看懂现在的事情，相对的来讲我们看多关心现在的事情，我们才会看得懂过去的事情。这个就是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终止的什么对话。好，今天
再介绍一本，也是经济学家写的书。我从来不喜欢读经济学家的书，可是现在觉得好像不读不行了。揭开皇后的面纱，高伯瑞，好像是天下文化吧。我在报纸上面看到有人提到这本书，哦，我说这本书似乎很重要。当我拿到从书架上拿到这本书，书店的书架上拿到这本书，吓了一大跳，怎么这么薄啊，这么小啊，而且一翻开一看，哎呦，没几个字那个字很没几个字。这个人在克鲁曼的下一个荣誉中提到好像不止一次，显然很大牌，做过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很高，6尺8寸，204公分，好像可以去打篮球。第二个很长寿，这本书是他写的第43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那个时候他年纪93岁。93岁能够写最后一本书，当然不可能写得很长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一本书它的特点是什么啊？93岁了，他写了一本小小的书，这本小小的书的特点是什么啊？啊，简单扼要。我们每个人都会简单扼要，但是你可以把你的简单扼要再很清楚的讲出来。我相信你是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同意的，但是光是简单扼要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你愿不愿意再讲一下？人生的精华。哎，这个就好多了嘛，对不对？一生学问的精粹尽集于此。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小啊，买到拿到手里2个小时看完了，很有成就感啊，看完了一本书啊。当然相对的来讲，它的缺点也是太小，一本书定价180，打8折也很贵啊，2个小时就看完了啊，那么可能是它的缺点啊。但是我还是介绍这本书啊。第一篇的推荐序是施建生写的，施建生是我们在台大读书的时候的经济系系主任。他说高伯瑞是以教学为专业的经济学者。什么意思？高伯瑞是以教学为专业的经济学者什么意思？就是他是那种二流以下的，对不对啊？第一流当然是做研究的嘛，是不是啊？要提理论的嘛。他在2000年，好像是克林顿给他一个学术界的最高奖章。我在看这个南方说的推荐序里面就讲到，说美国富比士杂志说他得的奖是终身推销无知奖。他终身在推销的就是无知，这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是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可是他绝不是经济学界的主流。他对经济学界有很多的批评啊，举几个例子来讲，他觉得未来的世界3年、5年甚至10年，你怎么会知道怎么变化？可是有人就专门卖未来5年、未来10年给你，你要不要买啊？保本7%利息啊，那个叫什么联动债，对不对？你要不要买？他就是买未来啊。你看这些应用数学系、财务金融系设计出这么多这么漂亮
这么样的精巧的各种各种的衍生性商品，其实在他来讲，他2003年就觉得不对劲啊。他说，过去是公领域介入私领域，看到社会上不平等，看到社会上有人要照顾，看到社会上很多人失业，政府提出一个方法，现在是私领域介入公领域，这些大财阀特别是军火商混到政府里面去，决定政府的政策，出兵进攻某一个国家，对不对啊？然后举出一些理由，到最后查无实据，结果他们就大赚一笔。像这一些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蛮重要的一本书，可是完全没有受到重视啊。因为2006年就有中文本，我上个礼拜在书架上，书店的书架上拿下来的时候呢，还是第一刷，第一版第一刷，而且没人看。就好像我们到书店去买下一个荣景的时候，也是第一刷。大家喜欢看什么书呢？喜欢看老师的12项礼物，是不是？有没有这本书啊？给老师的12项礼物啊，有没有？有没有同学看过？不太好意思举手啊，你听我的口气就晓得，那种很轻蔑的样子。那个书好处是文字写得真漂亮，简真真会写啊，但是对我来讲，怎么办？怎么样都没办法把它看完啊，看不下去。可是那个书卖60几刷、70几刷啊，不得了。好啊，有机会借到这本书啊，看一看。如果你说哦，这个人活那么久，而且地位很高，写的书是一生的学术的精华，我应该买一本摆了我的书架上啊，那么你就去买一本啊。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副题，叫做造成当代乱象的经济学迷思。今天我们介绍这一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哪位同学看过这本呢？觉得你要介绍这本我有点意见，它确实像施建设所讲的并不是很精彩。没有啊。好，我们上一次好像是讲到杨之水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啊？东山这首诗有没有讲过？有读过了。好，那我们就翻过来，我们就看周公治理作乐。周公治理作乐啊，我们录了《诗经》的周颂的第一篇《清妙》，乌木清妙，庸树显象，寂寂多事，秉文之德，对月在天，冰俊奔走在庙，皮显皮尘啊，这个铺字跟下面有一横曹丕的丕是同一个字啊。皮显皮尘，无异于人师啊，这个色字好像读成异啊，厌弃的意思啊。简单的解释就是啊，那个美好的清净的宗庙啊，那里面主持仪式的人态度是那样的严肃雍容啊，参与祭祀的官员们都是有威仪而整齐的样子，他们是在怀念文王的德，在宣扬文王在天之德，他们在宗庙里面很快的走动，表示对文王的尊敬啊，因为文王的圣德光明于天，
皮显，这个皮字或作发语词，或作大的意思，啊，光明的意思啊，被人们所继承，皮承就是被人们所继承，无异于人师，就不见厌弃，为人勇者，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宗庙里面的祭祀啊，在祭祀的时候呢，他们祭祀的对象是谁呢？不是周人的始祖后继，也不是周开国的国君周武王，而是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啊。为什么？因为文王之德啊，文王的德行，文王的那种很高的让人敬佩的非常卓越的啊那种修养与表现啊。所以呢，大家是在纪念啊周文王，而且用一种非常肃穆的、非常认真的啊这种的态度啊，在宗庙里面进行祭祀。所以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呢，其实这首诗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很多祭祀的各种的动作啊，宗庙里面的各种的规矩啊。但是呢，它呈现出一个宗庙里面特有的气氛啊，你能不能感觉出那种啊谦敬的心意，那种严肃的态度啊，那种对于过去的伟大成就啊，体认到自己必须要提升修养，必须要负担责任的那一种的感觉，我们能不能够感觉到？我们能不能够在这首诗里面略略有所领会？你说很难，很难啊。好，那我们看古人怎么读这首诗，不是古人怎么读这首诗，就是古人怎么讲宗庙。古人讲到宗庙的时候，怎么样子说宗庙的情况啊？我们举两个例子。曹魏的时候，有一个人物，这个人叫夏侯玄，啊，哎，大家很喜欢他，啊，所以夏侯玄大家看到他就觉得哇，这个人很漂亮，这个人很精彩，这个人很让人敬重。怎么说他呢？啊，说看到夏侯玄，我们怎么讲他？说如入宗庙，看夏侯玄就好像走到宗庙里。朗朗如见礼乐器，朗朗如见礼乐器。说夏侯玄这个人啊，我们就好像在宗庙里面看到那种祭祀用的礼器跟祭祀典礼用的乐器，那种的感觉。你说啊，这个感觉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好，来个对照组。这个人我们大概认得，非常聪明、非常厉害的人，钟会，对不对？钟会啊，我们认得他啊。那么钟会当事人怎么讲他呢？说如入武库，这个人就好像进到了军械库啊。深深深深淡读毛记在前。这个非常聪明、非常厉害的人啊，你看到他，你好像就走到了军器库，你看到各种的武器闪闪发光，非常锐利，非常那种锋芒四射那种感觉啊。这样一对照，你就可以看到夏侯玄给人的感觉多么的稳重啊，多么的谦敬啊，多么的肃穆。这个就是宗庙给人的感觉。你说哎，还是不太懂
好，我们再举一个稍微近代一点的例子，看宗庙是什么意思。宋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术的盛会啊，叫做鹅湖之会。鹅湖之会大家都晓得是朱子跟陆象山的见面啊，在鹅湖这个地方见面。鹅湖之会见面，陆象山啊，陆九渊，他跟他哥哥一起来说啊，我们陆家兄弟啊要去跟朱夫子谈论学问，可是我们陆家兄弟，我们兄弟两人自己本身对于学问的意见是不是一致呢？我们先要谈一谈，怎么谈呢？哥哥陆九龄就请你先赋诗一首。那么这个哥哥陆九龄，他说孩提孩提之爱，长之亲，古圣相传之此心，啊，这个第一句，听到哥哥念出这一句，弟弟陆九渊就摇头了。整首诗哥哥念完了，陆九渊就赋诗一首。陆九渊的诗前两句，如沐心哀，宗庙亲，诗人千古不磨心，当然他们谈的是后面这两句，古圣相传知此心，跟诗人千古不磨心，能不能感觉出他们的意见的不同？古圣相传知此心，诗人千古不磨心，有没有感觉出来这两个人意思不一样？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牵涉到学问的根本观念的不一样，有没有感觉到？古圣相传之此心，这个心是从古经过圣贤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啊，从古一代一代圣贤靠什么东西传下来啊？啊，是不是靠基因传下来？当然不是嘛，靠什么？靠什么？靠什么？靠书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读书啊。啊，那么陆九渊就讲：“诗人千古不磨心。”其实这个不一定哦。啊，人就是自己本心里面就有那个最深刻的、最深厚的、最需要被发掘的、最需要被体现的这个心。但是我们不是讲这两个，我们不是讲宋代的思想，我们是在讲陆九渊这句话：“如沐心哀，宗庙亲。”你跑到祖上父母的坟墓去扫墓的时候，你的感觉想念到小时候爷爷奶奶那么样的对自己的疼爱，想到了父亲母亲啊一生的辛苦啊，就是为了把这个家建设的非常的安乐，非常的舒适啊，又想到了爷爷奶奶的做人，邻里都说他多好多好，又想到了父母的待人，哎呀，真是我们的榜样。这个时候你的感觉
是非常的深刻的。下面宗庙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走到宗庙里面去，你的那种感觉，整个那种肃穆的啊，那种谦敬的那种感觉，让你马上从心里面就会提升出来啊，马上就进入你的心中，马上就被你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经周颂的清妙里面所呈现的，在后人感觉就是一种这样的谦敬的肃穆的一种的态度，一种的心情啊。这个跟我们讲到商人哎呀，记住啊，为什么要记住？因为祖先在天上，就在上帝的旁边，上帝一高兴就降给我们幸福，一生气就降给我们灾祸，那我们非得要把祖先伺候好不可吧，对不对？赶快记呀，拼命记呀。到了周人整个变了啊，要那一种对文王，因为文王是一个让我们佩服的，让我们感念的人，我们怀想他啊，我们感激他，我们发扬他的这样的一种情境。这个是周人所提出来的理，所以你不要再只是想到啊、哦、一种祭祀的仪式啊，或者啊、把它扩大国家的典章，这都没错，但是它还有一个精神，一种感受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要去体会的。好，我们下面讲乐。乐，我们看到，我们就选了《诗经·小雅》的首章。小雅的首章，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瑟，陈况世家。人之好我，是我周兮。啊，我有客人，我请客，啊，我就有些音乐，啊。那么这些音乐呢，就好像是在外边的那一个美丽的田野中，吃着地上的草的那一些鹿，在那边啊轻松的鸣叫。我在请客的时候有这个音乐，我在请客的时候呢，我也送了这一些。我约请的嘉宾们，我约请的贵客们，各种的礼物。你拿了我的礼物，你要对我好。人之好我，是我周兮。你如果对我好，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你告诉我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就是对我最好的一个报答。下面有一篇诸子讲历史之九，诗经下中的国君心意，前面叫做指定阅读。指定阅读的意思就是下礼拜要考，在考试范围内，有没有哪位同学看了这篇啊？什么上面写参考阅读啊？参考阅读还是指定阅读？参考阅读，这不能这样做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本来是八题选做三题。好，因为在这篇里面对于这首诗稍微做了一点解释啊，除了用白话文的解释之外，我们也看朱子的解释。朱子的解释特别强调人之好我，是我周行啊，是请你告诉你，如果对我好，
请你告诉我做人处事的道理。你如果对我好，人之好我，事我周行，告诉我做人处事的道理。我觉得这个读起来真的是很有味道啊。对人好啊，就是要给人真正的好东西啊。真正的好东西是什么？真正的好东西是任何人都能够啊享受到。当然我们从另外一方面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种音乐的意义啊。它这个音乐是在发出一些人的感情吗？这个音乐是在歌颂自然的优美吗？好像也都不是。那这种音乐基本上是在调和人们之间的关系，那是在舒缓人们之间的一种的态度，那使人们变成非常的和谐啊，而且呢让大家鼓励互相的向上，互相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是周代的乐啊的一个目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好像似乎也是中国音乐里面的一个强调的重点。自己作乐当然是跟封建制度有关啊。这个封建制度啊，关于一个大的一个规模啊，这怎么执行啊等等，我们待会儿会讲。封建制度里面当然很重要一个就是宗法啊。宗法我们如果要细讲非常之复杂，完全我们这个课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我们就是大概讲一下，宗法就是规定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比如说是周天子，周天子是天下之大宗，所有人对他都是小宗。那么诸侯呢？诸侯在他自己国内是大宗，他对周天子是小宗啊。那么在诸侯国内呢，又有大夫，大夫在他那个家里面他是大宗，在他家族他是大宗，但他对诸侯来讲他是小宗啊。你说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关系，这很简单。但是还有一个平衡，还有一个衡的关系。这个衡的关系，比如说诸侯跟诸侯之间，比如说大夫大夫之间，他们还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出现了周代的封建制度的特点。什么关系呢？亲戚关系啊。诸侯跟诸侯之间都是亲戚，亲，他们都是同姓，都是周的宗室的后人。那戚是姻亲啊，他们不是同姓，但他们中间有婚姻关系啊，所以都有一个亲戚关系啊。而这个亲戚关系还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个人道德啊。所以周代的这种封建宗法怎么会变成一种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怎么又变成一种个人的道德？我觉得下面的钱穆这段话讲得很好，所以我非但把它录在这里，而且希望大家仔细的念啊，一定要仔细念完了。我要请大家把你刚刚念过的，或者说我们刚刚一起念过的，你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写下来。写下来干什么？当作点名啊，当作点名啊。所以你现在要开始准备啊。如果说你以前念过一遍的话啊，那你现在就很容易了。如果没有念过的话，那你现在跟着念。最麻烦的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没有带这一张来，那怎么办？有没有人没带啊？啊，还好大家都带了啊。如果没带的话，你就看看旁边那位同学啊，请旁边那位同学给他看一下啊。你也可以告诉他哪一句你觉得最重要，他把它抄下来也可以啊，反正是点名嘛。好，我们念一下。周公封建之主要意是在创建政治之一统性，而周公定宗法之主要意则实为社会伦理之确立，而由要者再使政治制度辅就社会伦理而存在，故政治之一统，其最后根底是在下而不在上，在社会而不在政府，在伦理而不在权力。
而这个周公是定宗法，是在性一成而善书其义。这中国社会伦理乃奠基于家庭，而家庭伦理则奠基于个人内心自然之孝悌，自有个人之孝悌心而推本之以奠定宗法，又推本之以奠定封建。封建之主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及西周封建，不推西周封建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借由此起其端，故论周公治理中原之最大最深意，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亦即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好了，大家把你认为最重要的那句话抄下来，写在一张纸上。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些话语其实都是相同的重要，譬如说政治制度辅就社会伦理而存在，我觉得这是一句重要的话比如说社会伦理乃奠基于家庭，这也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家庭伦理奠基于个人内心之自然孝悌，这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周公治理作乐之最大最深意，即个人道德之确立，同时又是天下观念之确立，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因为他已经告诉你最大最深了，对不对当然就是最重要的意思。那所以我觉得这些话语你把它联系起来，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中国的一些很强调的体制，是在于伦理，伦理在于家庭，家庭在于个人的内心，这个是一个在治理作乐封建宗法里面都可以看到的重要观念。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实际的情况实际的情况就是这个封建是怎么样子来推行的封建是怎么来做的东征之后天下安定，周公开始分封天下，这个跟在牧野战后打败殷纣周公只有在这武王只有在很小的地方封了几个诸侯大不一样大型封建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能不能够想象当时被封的人他带着他的族人，带着给他的一些器物配备，给他的一些各种的资源，浩浩荡荡走向他的封地。这一走好久，到了的话，第一件事情修城池，把城修起来。修了城，他都要有个宣誓，宣誓什么？宣誓他是统治者。那么光是修城还不够，宣誓他是统治者，除了修城之外，还要修一个东西，什么东西？修什么？宗庙，对的，修宗庙。修了宗庙，他这个统治的身份就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住在城里的，以宗庙为中心，祭祀上天执行各种统治工作的他就是地方的统治者。可是他们是周人周人虽然是经过周公治理作乐，可是这种东西不会那么快就学得来所以他们呢如果说他们跑到东方去，而东方又刚好是商文化根基很深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统治者住在城内，但是统治者他们的文化似乎比不上被统治的人
所以在《论语》里面有一章，历来的解释都觉得很困难的《先进篇》的第一章，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如用之则无从先进。怎么先进于礼乐者野人，后进于礼乐的是君子啊？要我来看，哦，先进的人不错哦，这句话怎么解释啊？怎么解释？我们刚刚描述了一下当时的历史情景，你能不能用那个历史情景来解释《论语·先进》这一章？可以，啊，这很明显。野人指的是谁？指的是城外的商人，啊，商人的特点是什么？先进于礼乐，文明发展的比较高，啊。那么君子呢，君子是什么？君子不是说那种行为很好的，不是跟小人相对的，君子就是住在城里的。君子是什么人？君子是统治者，住在城里啊，所以他们相对来讲他们的文明会稍微落后一点。所以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从这一个现象就可以看到，到那边去来进行统治蛮麻烦的啊，你要统治一些，脑筋比你好，啊，想法比你怪的人，有点麻烦。另外还有其他的麻烦呢，啊，那个山沟沟里，那个一些丛林里面，啊，那种文化比较低浅的人，他们会造成另外一种程度的麻烦。所以，刚刚派到各地方去的统治者，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遭遇到不算不少的挑战，他们需要人帮忙，找谁帮忙？找谁帮忙啊？找谁帮忙？找谁？找商人帮忙，因为商人文化比较高。哎，商人文化比较高，商人肯帮忙，那些商移民帮忙来建立洛邑东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要找谁帮忙？我们想想看，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当时的情景啊，找谁帮忙？找谁？战犯奴隶，他们帮不了忙。那想想看要找谁帮忙。当然我们说啊，我们能不能想象，想象去分封，哇，走好远好远，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建立了城池，建立了宗庙，建立了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地位，但是他会面临到一些麻烦，面临到一些困难，这个时候他要找人帮忙，他会找谁？如果你跑去那么远的地方，啊，当地的人要帮忙就没有问题了，啊，军队哪里来啊？军队是不是？我们想想看，找谁帮忙？找谁帮忙？真没办法想到，找亲戚，有点意思。亲戚在哪儿？带去，一起带去的亲戚住在同一个城里，那也帮不了。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困难，但是你刚找亲戚是对的，所以那个亲戚在哪儿啊？啊，亲戚在哪儿？在皇城那边又太远了，帮不上忙。要找近一点的亲戚啊。那亲戚在哪儿？啊？什么？就是比方说王室他们可能就是跟他们结婚的女，就是姻亲的外戚。姻亲方面的外戚，这个还是比较抽象一点，我们还很具象，是吧？很具象，啊，我们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在那儿找到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了一些麻烦，啊，需要一些人力，需要一些钱财啊，找谁帮忙？啊，想想看，啊，去
学给我们当好角落的地方去，那你碰到修复问题找谁帮忙？想想看嘛，找谁帮忙嘛。刚刚有人讲找亲戚是对的，但那个亲戚不是住在旁边，那个亲戚也不是远在首都，那个亲戚在什么地方啊？亲戚在什么地方？刚刚你讲对了，亲戚在哪里？附近的封地。对啊，附近的封地嘛，对不对？附近的封地，对不对？你也知道你附近哪边有个封国，哪边有个封国，你这边有麻烦，你就派人过去说，哎，你来帮个忙啊，去帮忙。那为什么你会知道他会来帮忙？因为他是什么？亲戚呀、啊，对不对？啊，他是亲戚啊，是因为他是亲戚，所以他一定会来帮忙啊。这个是在讲道理上，但实际上呢，他也一定会来帮忙。为什么？实际上他一定会来帮忙。对对对，哎，我现在帮你忙，到时候我有忙了，你也会来帮我忙，对不对？啊，但是时间不断的这个发展啊，情况不断的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互相支援互相帮忙，等到有一天两国的国界已经相近了，两国之间的麻烦开始出现了，两国之间的矛盾滋长了，这个时候是吧，再讲，哎呀，我们是亲戚啊，这个就很困难啊。当然，那个已经到了西周的后期，已经到了封建将要崩溃的时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当时的天下靠什么维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亲戚关系，我们是亲戚啊，我们要互相帮忙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观念一直流传到后世啊。在春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故事，春秋的基本的一个态势是北方一个晋国，南边一个楚国，晋楚相对，南北抗争啊。可怜是中间那些小国，晋国强的时候，哎，大家依附晋国；晋国弱了，被楚国打败了，大家就倒到楚国。等到楚国弱了，晋国再强的时候了，要倒回去，晋国不要了，啊，郑国就碰到这种麻烦，啊，所以郑国这是就想回到晋国的怀抱。晋国说：“你的记录不好，我不要你。”所以说郑国就说：“怎么办呢？这个楚国不能依靠了。”找人帮忙，当时天下只有一个国家，一出来说我帮忙，大家就说好好好啊，因为你讲话了，我们只有接受。哪一个国家有这么高的声望啊？秦国啊，哦，秦国是到了很后期的，哦，战国的后期的啊，啊，周不对，周是天子啊。我们春秋时代啊，我们借春秋时代来讲周代的封建的关系，哪一个国？齐国也不对，齐国除了有钱啊，齐国会春秋的华尔街，哪一国啊？哪个国家？哎，有人讲对了，哪个国？哪一国？对啊，鲁国啊，啊，鲁国啊！我要不要再问你为什么是鲁国？你要不要回答？啊？周公的封地就对了嘛，周礼尽在于啊，大家喜欢周公，大家佩服周公，大家感念周公，所以对于周公的子孙也觉得好啊。啊，所以要请鲁国帮忙，郑国的大夫就到了鲁国那边啊，鲁军接待，
郑国大夫吟诗一首，说啊，我好可怜哦，我好可怜哦，啊，我现在都是没有人帮忙，能不能请你帮忙？啊，鲁国的国君当然不会吟诗一首啊，所以鲁国的大夫就看看国君，国君就使一个眼色给他，他就吟诗一首，说我在外面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想要回家了，想要回家祭祀在我家中的那一些祖先的牌位。他要帮忙还是不帮忙？他要不要帮忙啊？你们听了这首诗，要，他要回家了，他要帮忙啊，他不帮忙，他要回家，他不帮忙，他说我在外面已经走了很久，我要回，我累，我要回家，意思说不帮忙。好，这个时候郑国的大夫再吟诗一首啊，吟诗许穆夫人的那首诗，我行其野，同同其慢啊，魏国亡了，许穆夫人要去求救兵，走在外面的田野上，看到太阳照着那一个麦子上面翻出一片又一片的绿色的这种光亮啊，感觉到哎，我的家亡了啊，我的国亡了啊，我非常非常的忧心，我非常非常的痛苦，我非常非常的要人帮忙啊。鲁国的国君听到他吟这首诗，哎呀，觉得他也很难过，然后就使了个眼色，那个鲁国的大夫就吟诗一首，说我的马已经喂得很壮健，我的车子已经擦得很光亮，我现在要出征，他要不要帮忙？他要帮忙，对不对？他要帮忙。问题是说怎么这么麻烦呢、啊？对不对？就派个使者去，说你要不要帮忙？啊，你们说帮忙可以，条件是什么？啊，然后说，哎呀，你要的太，你给的太少了，要多一点。说你要的太多了，少给一点。啊，到最后达成协议，帮忙，这不就解决了吗？啊，干什么还要这样子吟诗一首？啊，还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不能够直接的谈，直接的谈会破坏什么东西啊？破坏了什么东西啊？对，破坏了感情，破坏了什么感情？亲戚间的感情。对，亲戚间的感情，破坏亲戚间的感情，要维护亲戚间的感情，所以要用委婉的、坚决的、隐晦的、猜来猜去的啊那种方式啊，这样子的话，亲戚的感情才能够保持啊，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的啊封建的体制的运作。好，我们看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封建社会呈现怎样的面貌跟精神啊。嗯，社会的结构啊，除了周天子之外，我们分成士级、贵族、国人、平民、奴隶。什么叫做贵族？贵族是指在宗庙活动中有位置的人。宗庙的活动有两个主要，当然一个是祭祖先，其实是祭周文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处理有关政事，重要事情的决定，迎接贵重的宾客或者周天子派来的使者啊，在这样的一些活动里，你有没有位置？你有位置，你是贵族。可是那个宗庙小小的，位置少少的啊，可是人越来越多，所以那个坐在最边上就想到，我有这个位置，我的儿子没有了啊，因为我一死之后呢，这个位置马上就被别人占了。那些原来有位置的人的子孙们，他们通通被通通不再在宗庙里面有位置了，所以他们也失去了贵族的身份。那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就是国人，这些人就是国人。
所以这些国人讲起来，谁不是国君的亲戚啊？谁不是国君的兄弟啊？谁不是啊？啊，以前都是啊，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还在那个宗庙里面有位置，所以我们就被排斥在外，然后我们就成为国人。国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用杨宽《西周史》里面的一个很简要的话啊，国人有时被称为士，即甲士、战士。吕思勉说：“士者，战士，平时私利于耕耘，有事者之干戈，以为社稷者也。”下面有一句话我把它删掉了，叫做吕思勉说的是对的啊。国家有危难，国君常召集国人征询意见，有所谓询国威、询国权、询立军。我选这段，当然第一个解释国人是什么人，还有一个意思，你们猜猜看什么意思？我选这段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要借这一段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啊？猜猜看，国人在国家上的位置，询国威、询立军、询国谦，是不是啊？这个是国人要做的事情啊。可能不是哦。啊，有没有哪位会猜对啊？哎，对对对，吕思勉说的是对的。我听到吕思勉我就很高兴，他说的是对的，我就懂到这意思。我借这个来传达三个字，叫吕思勉。也就是说，我们读历史要知道一些历史家啊，有一些历史家是不错的历史家的名字，我们要知道他啊。吕思勉很老的历史家，老到什么程度？钱穆的老师啊，够老了吧？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位同学也是能够想到啊，吕思勉啊说的是对的。讲到吕思勉，我觉得确实是我要选这句话的意思。吕思勉非常勤奋，那个二十五史啊。什么这些传统史书一遍一遍一遍的看啊，然后写出很多书来，那这些书呢也颇有啊他的见地啊，特别是有人说只有新史料才有新史学啊，吕思勉根本就没有新史料，非但没有新史料，还没有好版本的书，就是最普通的最一般的版本。那书拿来啊，一遍一遍的读，那就读出很多很有见地的历史解释。好，我们说这些国人，国人的身份是这样子：国人他们生活在城里吗？城里已经住不下，所以他们就住到城外去。住在城郊，城郊叫什么？叫乡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书里面有什么乡饮酒礼啊，就是乡里面的年纪大的人啊，大家在一起啊，被人家所祝贺啊，是一个敬老的一个活动，乡饮酒礼、乡射啊，这乡人去射箭比赛啊，你说啊，这射箭比赛啊。不晓得韩国人又会不会讲，就是从他们开始的啊，好像他们这个奥运会射箭，他们什么时候都是他们开始的啊，都不知道啊。但是当时讲射箭不是说看谁射得准啊，是看谁走上去那个步伐最优美啊，上去最帅啊，哇，大家看哇，这个人哦，那个步伐优美啊，姿态潇洒，很棒啊，然后就把他名字记下来，有小官就给他做啊，这个就是乡社里啊，这个是国人。国人也有他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在这边讲到的寻国为寻国亲寻立军，国家有危难，国君就把国人找来啊，请大家一起商量一个办法，卫国保卫的卫，卫灵公好贺，卫灵公
灵魂的灵，喜欢鹤，所以有官封给鹤做，啊，有奖金给鹤拿，啊，所以后来戎狄起事，卫灵公就把卫人找来，就是这些国人找来，说，哎呀，戎狄现在来侵犯了，怎么办呢？那些国人说，叫鹤去啊，对不对？啊，你不是给他做官，你不是给他赏赐，叫他去啊。那鹤能怎么办呢？鹤就一飞冲天走了，对不对？啊，所以戎狄就攻进来。攻进来的话，有一个被嫁出去的女孩想到她的家庭破坏了，所以她就我行其野，蓬蓬其脉，就是徐穆夫人。寻国谦要搬过都，要找国人来商量。寻帝君啊，大家说啊，那周代不是帝长子继承制吗？啊，其实没那么简单呐、啊。每一个小国，它都有它的问题，它都有它的困难，它都需要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当政。啊，光帅没有用。啊，所以呢，要问问哪一个人行，哪个人行。这个是国人啊，下面平民，平民这个是比较麻烦，为什么？因为平民是干什么？平民大部分在耕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耕种？在井田中耕种啊？你讲井田制度吗？井田制度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制度吗？有人怀疑啊，说你看那个井田，把一个田画成一个井，八家人种自己家的那一块，合起来种中间的那一块，这个太理想化了，对不对？如果一块地，这个地窄窄长长，怎么画个井啊？啊，那块地旁的河旁边转来转去，怎么画个井啊？啊，好像这是不可能哦。儒家的理想啊，儒家最主张平等。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啊，当时要定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啊，先定一个青天白日旗啊，大家晓得是卢浩东，对不对？大家说，哎，这个旗好看是好看，可是日本味儿很浓啊。于是黄兴就定了个旗啊，这个旗就是黄底，上面四条黑杠杠啊，两条横的，两条竖的。什么意思？景天呢？啊，意思很好，但是很难看，对不对？讲这话什么意思？你就可以看出来，你就可以看出来，景天这种平等观念啊，从中国长期以来延续到今天。景天制度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吗？如果说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是相当麻烦的。为什么相当麻烦？比如说《诗经》里面的这些话，你怎么办？你怎么解释？我看下一次上课的时候，这个灯，你不晓得哪几个灯关掉，因为我刚到后面去看。黑板上全是亮，全是反光，但是没什么办法。与我公田税及我私，农民向上天请求，上天啊，你在我的公田那边多下点雨啊，我想也不会下得那么准，下歪了就下到我的私田啊。与我公田税及我私，这个话如果说没有井田制度，请问你这个话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这里面有两种田，一种叫公田，一种叫私田，一种叫公田，一种叫私田。这个私田里面，而且私田
不是说给了你你就耕种，长年累月的耕种，传给子孙的耕种，不是这样的。因为天有好有不好，所以要加以平均分配，要加以定期的一些轮流啊，所以要加以管理。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田啊，这些田啊，什么样的一个形状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外有封疆啊，这些田的外面有一些疆界，有一些范围，内有阡陌，内有阡陌啊，里面呢有一些可以人行走的，甚至是车子行走的道路，这个就叫做井田。井田是被开垦出来的，井田是被规划出来的，井田是由人来掌管的，它是一个外有封疆内有阡陌，这个叫井田啊。所以古代有井田制度吗？如果你说那只是一个理想，没有井田制度的话，很多资料上的话很难解释，资料上的话加以解释的方式，目前看来外有封疆内有阡陌是比较好的解释。那你说哎，生在这上面耕种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呢？他们的生活大概是居住在村舍中，村舍是的情形大概是怎么样呢？大概的情形是十家人一个村。你怎么知道是十家人一个村呢？因为古书上面《论语》里面常常记载十世之义，十世之义，十世之义必有忠信啊，十世之义，这一种的话很多啊。十家人怎么样啊？十家人怎么样啊？十家人怎么样？为什么有这么多讲十家人呢？可见在那个时候，十家人可能就是一个村社。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更清楚的记载，每一个村社都有人管着，早上起来点名，点名干什么？点名去做工啊，啊，带人去做工啊，做工的时候还有人去看着，晚上的时候呢，天黑了要回家，点名，你说哎，怕他跑掉，哎，他跑到哪去啊？啊，还去偷渡啊，还去什么，是不是还要个什么限制出境啊，他跑到哪去啊？他根本没地方跑。点名点什么？点你回来的时候手里面有没有拿一定数量的柴火，一定数量的树枝，一定数量的可以烧柴的东西啊。你白天去耕种，耕种完了之后呢，你还去砍点柴再带回来啊。所以这些资料的记录都是相当的清楚啊，所以在这样的村舍里面生活，在村舍旁边的井田封疆里面阡陌之中耕种的，就是井田制度下的农民，就是周代的平民。你说这是真实的情况吗？这是历史的事实吗？这是周代的真相吗？是吗？谁相信啊？谁敢举手啊？当然不可以。这是什么？这是从留下的资料中所做的解释，这是对于古代世界的理解与表述。谁做的理解，谁做的表述呢？啊，就是我们这个下面的参考读的后面的这个杨宽，他在西周史里面所做的理解跟表述。杨宽这本书啊，他的自传《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我当时拿到手里的时候满怀期待，因为我看过他的西周史，我看过他的战国史，
我觉得他的历史做得相当好。看完之后呢，是非常叹息。看完之后，就看到了这个人，啊，这个人是让人不喜欢的人。第一个，他整本书里面都讲自己多棒。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大学的学报，那个学报的编辑委员会就写封信来说，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我们不知道你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我就回信，我是某某高中的高中生啊。那个学报再回封信来，我们不登高中生的文章。你看他有多棒啊，很少看到他的他对老师是怎样的敬重，从老师那边学到多少东西，也很少看到他对朋友是怎样的敬重，从朋友那边得到多少的启发，很少。另外还有一个更让人受不了的，他骂他儿子，他说他儿子很坏，都是文化大革命啊，把人都变成禽兽，所以儿子很坏。我看他的那本书，我就不觉得他儿子应该那么坏。后来我去，因为他儿子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我有一位上师大的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杨匡的儿子？他说知道。我说你跟他很熟吗？他说不是很熟，但是知道他。我说是不是很坏？他哪里坏？一点都不坏。一个不坏的人被人说坏，那说他坏的人就不见得好，是不是？尤其是父亲怎么可以说儿子坏？所以我看了他这本自传，我就觉得不喜欢他，就好像看了读史略事六十年之后就不喜欢何炳帝一样。学问跟做人应该分开还是不应该分开？你说应该分开吗？做人那有什么关系？学问，出书，写文章，最好还得诺贝尔，对不对？这才厉害啊，是不是？可是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不喜欢看的让人不舒服的书，他这本就是让人不舒服的书。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录了好长的一段的文字，这段文字是张应麟《中国史纲上五篇》或者《中国史纲》啊。他说：“西周传下来的七月，一首民歌描写兵地农民生活很详尽。根据这首诗，可以做一个农民的起居注如下：正月把农器修理，二月开始耕种，他的妻子送饭到田里给他吃，都耕的田郡，也就是这个官啊，也笑嘻嘻的来了。”同时他的女儿吸着竹矿到陌上采桑，八月他开始收获，同时他的女儿忙着烧丝啊，烧好了染成黑色黑的黄的还有红洒洒的，预备制作公子的衣裳。十月获到并养至明春给贵人上寿的酒，农夫们把贺架聚拢好，便到贵人家里做工，白天去采毛，晚上绞绳。四月酬神聚饮，盆宰羔羊，大家到贵人家上，贵人堂上献酒，欢呼万岁，万寿无疆。十一月初猎，寻觅狐狸，为着贵人的皮袍。十二月农夫们为同受军事训练，四月把养肥的猪献给贵人，又把兵凿下藏好，预备明年春夏贵人需用。这是七月这首诗，那这首诗里面呢，张应麟就根据这首诗就描写了一般农民的生活，那我们在这首诗所描述的农民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是终岁辛勤啊，对不对？冬天的时候还要把那个冰藏到地下去，那到了第二年春天，贵人才有冰水可喝，是不是？啊，还要去。抓狐狸做皮袍，给这个贵人皮草一件啊。
啊，所以他终岁心情。可是你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好像他们的关系并不太紧张，他们的关系那种阶级对立好像并不太严重，啊，还到贵人的堂上去喝杯酒，喊声万岁，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的身份就是属于贵人土地上耕种的农民。最后我们问一个问题，根据这样的描述，周代是奴隶社会吗？啊，当然我们还得先要把这个奴隶稍微讲一下。奴隶，中国的奴隶大部分都是家内奴，都是在家里面做事情的。啊，《左传》里面记载，有人送给一个诸侯一块肉，这块肉非常鲜艳。这个诸侯一看，哎呀，鲜艳的肉真想吃，可是鲜艳的肉又害怕，所以呢，就切了一块往地上一丢，这个地马上就凸起来。还想吃，再切一块给狗吃，狗一吃马上就死掉。还想吃，切一块找一个人来吃，那个人一吃死掉了，他不吃了。啊，你说哎，哪个人那么倒霉啊？啊，给他做实验呢、啊？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就是没有生命权利的人，那个就是奴隶。啊，但这种奴隶都是在家里面，啊，奴隶不从事于农业的生产，不负担社会生产的主要责任。啊，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奴隶社会？不是说有奴隶的社会就叫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意思是奴隶担任社会的主要生产者，社会生产的主要任务由奴隶身份的人来担任。啊，请问周代是奴隶社会吗？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啊，好，我们这个古典时代就讲到这儿。今天的讲纲，在西周整个时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这个趋势就是西周跟中周之间的变化。中周跟东周之间的变化，就是中周就是镐京，就是周的周天子所在的地方。东周就是洛邑。那么中州跟东州之间有明显的消长。周代向东方发展，成绩不错，收获甚多，各地方上贡的东西都送到洛邑，所以东州逐渐繁盛。中州呢，镐京呢，周天子原来的地方呢，情况非常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有犬戎，有这个北狄，有一些文化比较低的外族不断的侵扰，戎狄侵扰，戎狄侵扰怎么办呢？当然要派人去打。所以《诗经》里面，出车啊，或者说出居蓬蓬啊，陈比朔方，在朔方这个地方建一个城，干什么？抵御这些戎狄啊。所以到了唐代，不止一朔方君节度使啊，这个朔方名字在《诗经》里面就有。谁在抵御戎狄啊？尹吉甫。尹吉甫是什么人？诗经里面的一个人啊。虽然我们有一篇参考阅读的文章讲的是仲山甫啊，仲山甫跟尹吉甫是好朋友啊，但是我们在这儿提到他有一个特殊的解释。这个特殊的解释就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李成东。李成东是巴黎大学的博士，后来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书，现在当然已经过世了。他有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诗经》是一个人写的，
那《诗经》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写的？《诗经》是采集各地的歌谣，《诗经》是收集一些宗庙，还有一些贵族生活的这一些的生活中的诗篇，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写的？李成东就说他是一个人写的，所以大家就把李成东当作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啊，这有什么好讲？我要讲的是另外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钟阿成。钟阿成你可能不认识，阿成你认识不认识？这个钟不要，阿成你认识？阿成认识不认识？谁认识阿成？加分啊！哎，你认识？小说家，对，写过什么？齐王、诸王、孩子王，对，小说家，齐王、诸王、孩子王。阿成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轻易绕不过去》。阿成说，他对《诗经》特别喜欢，他只要看到《诗经》书，他就买。他在美国打工，过日子也很辛苦。所以呢就很注意那个书店里面丢出来那种不要的书，五毛钱一本啊。他有一次就看到丢出来一本啊，李成东写的诗经，就买了一本啊，回去烧饭吃饭洗碗，他晚上要睡觉了，突然想起来，哎，今天好像买了本诗经的书，翻来看看，一看就看到东方之极，他越看越惊讶，说奇怪了，怎么有人说《诗经》是一个人写的，而这个人写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各种论证的要求非常之高，到最后还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他非常惊讶。然后他就想到这李成东是什么人啊，看照片一副那个很倔强的样子啊，然后就问台湾的朋友高兴江啊这些，知道不知道李成东？台湾的朋友说当然知道，大大有名，诗经是一个人写的，就是他讲的话，说哎，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他其他的几本书啊？台湾朋友说这个恐怕有点难啊，因为这个书已经没人看了啊。后来找了寄给他，他仔细看完一遍啊，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轻易绕不过去》，就说虽然尹吉甫写诗经，李成东的这个讲法没有人赞成。是你仔细看看他的整个论述的经过，你会觉得你不是那么样的容易否定。这个是我因为刚好讲到陈彼术方啊，所以提到尹吉甫。我要问一个问题，钟阿成当时吓人一跳吧，什么意思？大陆刚刚开放，觉得大陆那个地方啊被共产党管那么久啊，尤其文化大革命之后，那个人文方面的表现一定很差很差，怎么能够跟台湾比呢？香港也比不上。等到大家看到钟阿成的小说《齐王》《诸王》《孩子王》，吓一跳，吓一跳什么？居然他写的不比你差。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写的不比你差啊？能不能够利用我刚刚提供的讯息来回答我现在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看书，对的，看什么书啊？你不要的书。我为什么会笑啊？因为你前面看书我很兴奋啊，书店不要的书，我就很冷下来。你能不能再让我兴奋一下？看什么书？诗经。诗经嘛，当然是看诗经嘛。哎呦，我在推销诗经嘛，对不对？因为他看诗经嘛，他收了诗经看嘛，对不对？人家书店不要的，他也是看诗经啊，对不对？啊，他看诗经。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看诗经啊，诗经非常的优美，诗经非常的深邃，你再下功夫进去
啊，你自己的不但是啊思考想象，就是表述都变得非常棒。还有五分钟，好，北边的戎狄花出很多的代价，甚至把秦人，秦人原来在东方耶，你说秦人不在西方，他们原来在东方，把他们从东方调到西方去，抵御戎狄，有功者有赏，赏什么？赏什么？抵御戎狄有功的有赏，有奖赏，赏什么东西？封地，封地非常好，非常好，赏封地啊！戎狄一侵扰，马上就派人去抵御啊！抵御成功有赏，给块封地，然后呢，地越给越给出去的越来越多，自己的地越来越少啊！所以这个整个。整个西周的王室就觉得好困难啊！王室，你现在不要想到说，哎呦，这个王室啊，其实古代王室也不需要花多少钱了 啊，他的这个官员也不是很多，而且这官员都是有很好的背景，也不需要拿你很多的薪水啊，不是这样啊！一个周天子一出来，能不能够坐一辆旧车？能不能够穿一个旧衣服？能不能够没有光鲜亮丽的卫队？能不能够没有一个非常气派的啊一些场面？可以没有吗？当然不能没有。人家看周天子就是看这个，可是周天子的钱真的是越来越少，怎么办呢？就问这些大臣。多给你给一点吧，给一点吧，给一点吧，人家才不理你呢，不理你就用方法，啊，就你非给不可，非给不可，非给不可，啊，这个就是周幽王的时候，周幽王的暴政，就是在那边，这个聚敛，啊，就是在搜刮，啊，就是在对我们的压榨，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周幽王也没办法。对不对？他应付北边的戎狄，他赏出去的田已经很多了，他自己还有很多必须的花费，他就没办法。最后呢，这些人不愿意，说你聚敛，你压榨，你剥削，把你推翻，就把周幽王给赶走了。赶走了之后呢，我们在历史上就看到出现了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伟大的两个字，共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什么共和，史记上面解释说这个共和呢，这两个人，一个人叫做周定公，一个人叫做少穆公啊，周少共和。其实这个解释是欠缺资料的支持的。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像王国维他们都讲得很清楚，这个人当时主政的人叫做公伯，这个就读公，这个伯他的名字叫做和啊，公伯的诸侯叫和的那一位先生啊，简称共和啊，是由他来主政，这个是他来主政。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西周的情况真的是很麻烦，麻烦到我们没有时间再讲了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考试。